今天我们来做烤田鼠。先把田鼠削皮，就是来做一个类似于像在餐馆里吃的西人吃的烤番薯。西人超市买的番薯可能个头比较大，但是也很甜。通常在西人的酒店呀、餐馆呀，他们也会有这一道菜，就是又比较简单，但是也很好吃，在家你就能做了。然后切掉两头，因为它只个头比较大，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要切到手，然后把它切平。因为我们要把它切成丁，你想让烤的时间呢比较短一点，就不要把它切得太大。你看，可以切成。好，现在我拿了一些葡萄籽油，啊，你用橄榄油也可以，但我不建议用特纯的橄榄油，用混合的就可以，或者是蔬菜油啊、玉米油啊、芥花油都行。我今天用的是葡萄籽油，然后倒入一些油，加入一些盐。再加一些现磨的黑胡椒，胡椒可以稍微磨得大力一点。你可以看，就是检查一下这些番薯块上是不是基本上都比较均匀，沾上了油、盐和胡椒就可以了，因为油也不能放太多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拿一个烤盘，铺上烤纸，就这个 parchment paper。你听到滴滴滴，是因为预设的烤箱已经好了。375华氏度，把它倒在烤盘上，稍微给它整一下，让它们就是番薯块能够分开，尽量不要粘连，这样烤的受热就比较均匀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，375度。烤了半个小时，我们的番薯就烤好了。你可以看到那个番薯的糖分，因为在烤箱在油的作用下和热力的作用下，它已经变成这种很好看的焦糖色。孩子最爱吃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赞吧，谢谢。